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español. Soy profesora Gaviota.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班牙语 B2 的课堂，我是海鸥老师。Hola a todos, soy profesora Gaviota. 大家好，我是海鸥老师。Hace unos días leí una frase sobre la vida. 前几天的海鸥老师读到一句关于生活的话，他是这么说的。Dice, la vida suele brindarnos aquello que no buscamos en ella. La vida suele brindarnos aquello que no buscamos en ella. 这句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吗？字面意思是说，生活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我们原本没有寻找的东西。那么这个 aquello 就是个中性指示代词，指代那些生活给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生活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Sí? Bien. Ahora empezamos la clase de hoy. En las clases anteriores explicamos los verbos que tienen usos especiales en español, ¿no? 那么在上两节课呢，我们有讲到一些在西语中有特殊用法的动词。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Vamos a explicar los verbos del tipo gustar.¿Entendéis? Bien, 也就是说，我们这节课呢要讲的就是像 gustar 这种类型的一些动词。那么相信 gustar 这个词是大家接触到的西语当中第一类比较陌生的用法的这个词。No? 那么 gustar 这种词它称为使动词，所以它的用法呢称为使动用法。也就是说，像 gustar 这个词 ,por ejemplo, me gusta la música,那么这句话当中，这个 la música 做的是主语，对吗？音乐使我喜欢，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喜欢音乐。所以因为是使我喜欢，所以我们把它统一称为使动用法。那么大家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西语之后，一定会发现像这样的使动用法的词呢有非常多。今天呢，海鸥老师就把这些动词给大家汇总了一下。当然了，我们要讲的并不是所有的使动词，我们只是讲一些比较常用的一部分。那么除了动词之外呢，还有一些词组哈，老师也提到这里面来了。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段西语。Existen en español muchos verbos que significan afecto, sentimiento o gusto, y que funcionan de modo similar a gustar. El sujeto gramatical no es el hecho, la cosa o la persona que experimenta el sentimiento, sino lo que lo provoca.Son de uso muy frecuente. 那么这段文字说什么呢？首先说 ,existe en español muchos verbos que significan afecto, sentimiento o gusto. 说在西语当中有许多动词，它表达的意思是 afecto, 喜欢 ,sentimiento, 情感情绪呢 ,o gusto, 或者是喜好品味。Y que funcionan de modo similar a gustar. 那么这些词或者是词组，它们的用法都是类似于这个动词 gustar，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使动用法。El sujeto gramatical no es el hecho, la cosa o la persona que experimenta el sentimiento. 说它的从语法角度上说的主语呢，并不是这个事实，也不是这个东西。甚至呢，也不是这个 la persona que experimenta el sentimiento， 也不是这个经历这种情绪的或者经历这种感情的人 ，sí， sino lo que lo provoca， 而是什么呢？主语啊是造成这种感受的，造成这种喜欢的这个东西呢。Y son de uso muy frecuente， 而且呢，它们的使用很普遍 ，sí。那么这段西语呢，就是完整的描述出了。这个使动用法 ，está claro， bien。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动词或者哪些词组可以用使动用法呢？相信大家脑海里已经堆积了很多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首先，第一个 ，llamar la atención， 这个什么意思呢？引起注意，对吗 ？llamar la atención。那么这个 llamar la atención 怎么用呢？对，就是我们用的使动用法呢。Por ejemplo, me llamó la atención lo que llevaba puesto aquella noche.
Me llamó la atención lo que llevaba puesto aquella noche.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他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引起了我的注意。¿Sí? 那么这个 llamar la atención 呢，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所以还要老师举了个例子。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词 sorprender 这个也是表示令人惊讶或者震惊的意思，对吗？那它比这个 llamar la atención 的这个级别还要高一点。当然也可以作为近义词来互换。好，那么再下一个 extrañar 这个词大家见过吗？嗯，它的意思是令人感到奇怪或者是惊讶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impresionar 这个也是令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给人印象深刻。那么这几个词呢，它都是表示让人印象很深刻啦，让人很惊讶啦，引起人的注意啦等等。所以说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它们可以作为近义词来互换。那么它们的主语呢则是 algo， 是这个东西让人家印象很深刻，让人很惊讶。那么让谁很惊讶呢？我们都是 a alguien， 呢 a alguien。好，这个用法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们不再过多的讲解了。那么还有一些是表达另一种感情色彩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一个叫做 atraer， 这个很明显对吧？嗯，它的意思是吸引，对不对？那么第二个 apasionar， 啊，使人激情澎湃，亲。那么这个程度比这个 atraer 要高很多了，对吧？第三个 volver loco， 这个 volver 意思是变得。Loco 是疯子，对吧？也就是令人发疯的。所以那么这个的话级别要更高一点了，所以这个情绪又要更饱满一些。Se vuelve loco， 那么它用法也是一样的， Me vuelve loco algo， ¿sí? Me vuelve loco algo， 什么东西使我发疯，使我发狂，使我着迷。那么级别更高的什么呢？ Por ejemplo chiflar Chiflar， 它作为使用法的意思就是着迷、迷恋。而最后一个就是 enthusiasmar， 意思也是非常喜欢。那么从级别上来说呢 ，por ejemplo volver loco 啊，让我发疯，和这个 chiflar 或者 enthusiasmar 都是一样的，都是表达非常迷恋，那非常喜欢这个地步。但是它用法上有些不一样 ，por ejemplo volver loco 这个词它只用在口语当中。而比如说 enthusiasmar， 它的用法就比较正式一些。See? 练。那么这组动词呢，就是表示出能够吸引人，甚至是令人发疯发狂，超级喜欢这样子的感情色彩的。我们接着看下一组动词。第一个是 aburrir。aburrir 什么意思啊？对的，使人觉得很无聊，对吧？嗯，它的形容词是 aburrido， 对吧？它用法也是。Por ejemplo, me aburren los partidos de fútbol. 足球比赛让我觉得很无聊，就这么用。那么下一个 matar， 我们知道它是杀死别人的意思，对吧？但它其实也有使动用法的意思。比如说 ，no me mates con tantas preguntas。那么这个 matar 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让人觉得很烦，相当于 molestar， 所以 molestar 让人觉得很烦、很不开心。那这句话说 ，no me mates con tantas preguntas。意思就是说你别那么烦人，问起来就问个没完。那么这个是 matar 它的意思。还有一个词 por ejemplo fastidiar 它有这种用法，它表达的意思是让人觉得很不开心很烦躁，那么意思上跟这个 matar 一样的，当然它语气上要强烈一些。 no me fastidies 就是你别烦我。那么级别再高一点的就是到了这个 repugnar 它的意思是让人觉得很反感、很恶心、很厌恶，那么它这个程度呢，就要比这个 fastidiar 要深一些了。那么能够表达出更高级程度的一个词呢，就是这个 horrorizar。啊，我们知道 horrible 是很可怕的、很恐怖的呢。那么 horrorizar 有这个意思，就是实在是令人觉得恶心、恐怖、很可怕。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horrorizar 它是可以表示这个。恐怖或者是让人害怕的意思，但是如果它做使动用法用的话，它一般指的是让人很恶心的意思，也就是这个
讨厌或者是让人反感的级别到达了很高的程度，行，让我反感到恶心，行，变。那么接下来呢，好，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些词组，这些词组的用法呢也是实用用法，但是他们要根据所带的形容词或者名词的不同呢，表达的意思不太一样。好，我们首先看一个叫 resultar。resultar 我们知道这个词完全可以使用实动用法，对吗？那么 resultar 后面它需要加一些形容词来作为实动用法。Por ejemplo, resultar extraño, 觉得很奇怪。¿Sí? resultar sorprendente, 让人很惊讶。resultar ridículo, 意思是让人觉得很可笑。所以那么 resultar 搭配这些不同的形容词以后都是用实动用法，只不过表达的意思不太相同。那么除了 resultar 可以加形容词来用作实动用法的话，还有哪个动词可以这样子用呢？这个动词我们刚刚讲过没多久，叫做 muy bien parecer, ¿sí? parecer。 所以刚刚我们用 resultar extraño, resultar sorprendente, 以及 resultar ridículo, 完全可以用 parecer, 可以说 parecer extraño, parecer sorprendente, parecer ridículo, ¿sí? 甚至可以用什么，我们现在用的 por ejemplo, parecer bien, parecer mal, ¿sí? 只要这个东西做主语就行，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我们在习语当中它充当这个主语的角色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个动词叫做 dar 它经常接一些名词来表达实动用法，大家有印象吗？por ejemplo, me da miedo, ¿sí? me da miedo, 什么意思啊？让我觉得害怕，对吗？那么这句话的主语就是这个 miedo, ¿sí? miedo。 那么 dar 后面它除了可以跟 miedo 以外还可以跟什么呢？ por ejemplo, me da pena, ¿sí? dar pena,dar pena 意思是让人觉得很遗憾，对吧？还有 por ejemplo, dar asco, me da asco, 什么意思啊？真恶心， me da asco, ¿sí? 还有 por ejemplo, dar rabia, me da rabia, me da mucha rabia, 意思是我很气愤，我很愤怒，然后很生气，那 dar rabia。 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 me da pánico, 这个 pánico 这个词它可以做形容词来用，表示恐怖的可怕的，它也可以做名词用啊，是个阳性名词 sustantivo masculino, 表示的也是恐怖恐惧的意思。那么这个 me da pánico 比这个 me da miedo 这个级别要高很多了， me da miedo 只是害怕， me da pánico 意思是觉得很恐怖，所以这个 me da pánico 的程度要深很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动词也是这种用法比较多的，叫做 poner, poner, 大家有见过吗？bien,Por ejemplo, poner triste, poner triste. 那么它也是这个物作主语，或者说这个东西的主语，使人觉得很悲哀，很难过。当然这个 poner 这个词呢，它也可以用它的自副动词的用法 ponerse, 加上一个形容词，表达情感的这种形容词，表示的是自己就处于什么状态，自己变得怎么样了。行，那么这个 poner triste, por ejemplo, me pone triste,esa noticia, 说那个消息让我觉得很难过。行，那么这个用法就是我们这个实动用法了。它后面只要加一些形容词或者是 de 加上名词的这种短语也是可以的。Por ejemplo, poner triste, 既然可以用 triste, 当然可以用 alegre, 对吧？让我觉得很开心， me pone alegre, 或者 poner contento, 还可以 por ejemplo, poner histérico。那这个 poner histérico, histérico 这个词大家有见过吗？它的意思是让人歇斯底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de 加名词的，叫做 poner de mal humor, poner de mal humor, 让人心情不好。行，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有没有说 poner de buen humor, 突然变得心情好了，这个用法倒不多的，一般来讲都是 poner de mal humor, 突然让人变得心情不好。当然了 poner de buen humor 也可以用，只不过在口语表达当中这个 poner de buen humor 用的非常少。那么最后还有老师要讲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怎么见过的，这个动词叫做 dejar,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它搭配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做 indiferente, indiferente, 或者是 frío, indiferente 什么意思呢？冷漠的。
麻木的，无动于衷的。frío 它也是表达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这个 dejar indiferente 或者 dejar frío 这两个词呢，还有老师说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用法大家可能见的不多，可能不太熟悉，它表达的就是让人无动于衷。用法上当然就是这个使动用法了。Está claro? Bien. 那么上面这些呢，就是海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这些动词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但是海老师想他们都有一些共通性在里面。所以大家好好学习一下。Bien. Entonces, todos estos verbos funcionan con la serie átona de pronombres. Por ejemplo, me, te, le, nos, os, les. Y la tónica...A mí, a ti, a él, a ella, a usted, a nosotros, a nosotras, a vosotros, a vosotras, a ellos, a ellas, a ustedes. ¿Sí? Bien. 也就是说，那么所有这些动词呢，它都是用这个非重读的代词，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语格代词呢 ，me, te, le, nos, os, les 来匹配使用的，对吗？同时，它们也可以用重读代词，是 me, te。啊 ，él, ella, usted 这些来复制它，行。这里呢，海老师要通过几个例子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复制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第一句 ：A mí las corridas de toros me horrorizan. A mí las corridas de toros me horrorizan.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很讨厌斗牛，或者说斗牛让我觉得很恐怖，对吧？那么这句话当中。不可少的成分是这个 las corridas de toros me horrorizan， 行，这个 me 不能少，对吧？而这个 a mí 为什么要用上呢？嗯，是用来复制的，对吗？复制这个 me。那么大家问了，为什么要复制呢？一般来讲，我们不需要用 a mí， 对吧？假如我们要用上的话，既然是复制，那就肯定是用来强调。这句话上来就说 a mí las corridas de toros me horrorizan。意思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斗牛很恐怖，所以 mí 放在开头是用来复制的。那么可不可以省略掉？当然可以。省略掉的话，不是那么去强调我啊我的感受或者说我的看法。行，别。这里呢，还有老师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像这种使动用法当中，这个 mí 是可以少的，而 me 是不能少的。行，你不能说 mí。Las corridas de toros horrorizan， 不能这么用，一定要把 me 用上去。A mí 是用来复制这个 me 的。行，别。好，我们看第二句。A Ignacio le apasionan las fiestas populares。A Ignacio le apasionan las fiestas populares。这句话意思说 ，Ignacio 非常喜欢民间的这种节日，或者说人民的节日，对吧？那么这个 A Ignacio， 大家觉得？为什么要说出来呢？那么这个 Ignacio 这里还要老师想强调一下，首先大家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这个啊忘记说了，很多人都会说 Ignacio le apasionan las fiestas populares， 那这句话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果你直接说 Ignacio 而不说啊的话，那你就把这个 Ignacio 变成这句话的主语了，而实际上这句话的主语是 las fiestas populares， 所以这里是还要老师想要强调的一点，当你要指出这第三者的时候，这个啊一定不要忘记了，上来要先说啊。那么此外，这里大家觉得这个 Ignacio 肯定是复制这个 le， 对吧？那么这里有没有必要要说出这个 Ignacio 呢？这个要看这个实际情境的要求。假如我们本来就在讨论这个 Ignacio 的问题，或者说讨论 Ignacio 这个人，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说 le gustan， le apasionan， 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是突然提到他的，就说听话人或者是在场的人，他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补充进去，用这个 Ignacio 复制这个 le， 说清楚你到底想说的是谁。Está claro? Bien， 好，我们最后再看两句。A mis hermanos pequeños les vuelven locos los videojuegos. A mis hermanos pequeños les vuelven locos los videojuegos.那么这里的意思也很简单，说我的弟弟妹妹们非常喜欢电子游戏。那么这里用的 les vuelven locos，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les 肯定是 a mis hermanos pequeños， 对吧？其次 vuelven 为什么用复数？因为主语是 los videojuegos， 行？
那么这里用了个 vuelven locos， 这个 locos 用了个复数，而且说的是阳性复数，为什么呢？因为它修饰的是这个 mis hermanos pequeños， 也就是说这个 volver loco 这个短语，这个 loco 它要根据发疯的这个人是谁来判定它的阴阳性和单复数。比如说某个女的她很喜欢那部电影，那就直接说 le vuelve loca aquella película， ¿sí? le vuelve loca aquella película。 好，这就很简单。我们再讲一句稍微有一丁点难度的，我们来看一下。A ti no te resulta extraño que no hayan llegado? Son las 10. A ti no te resulta extraño que no hayan llegado? Son las 10. 这是什么意思呢？说他们还没有到，你不觉得奇怪吗？已经十点了。行，那么这里说 A ti no te resulta extraño que 啊，说你不觉得奇怪吗？那么 que 后面带了个从句，对吧？我们说过，既然 algo 可以做主语，那么从句也可以做主语啊。所以 get 后面带了个从句，但是这个从句当中用的时态要注意，这个从句用的是虚拟式，所以 que no hayan llegado。这就引出了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问题了。Que es el sujeto gramatical puede ser un sustantivo o un infinitivo o una frase subordinada sustantiva. En este último caso, el verbo va siempre en subjuntivo.¿Está claro? ¿Lo entendéis? Lo repito. El sujeto gramatical puede ser un sustantivo o un infinitivo o una frase subordinada sustantiva. En este último caso, el verbo va siempre en subjuntivo. 也就是说啊，这种使动句的主语，它经常可以是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动词原形 un infinitivo, 对吧？但是也可能是 una frase subordinada sustantiva.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名词性的从句，对吧 ？En este último caso， 那么在最后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这个名词性从句的这个情况呢 ，el verbo va siempre en subjuntivo， 这个从句中的动词永远是用虚拟式。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 ，A mí me impresiona que en España se salga tanto。A mí me impresiona que en España se salga tanto。那么这里用了个 que 加从句，对吧？从句中我们说过了，要用虚拟式。这动词原形是 salir， 它用的是个 se salga， 也就是个无人称句。意思就是说，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西班牙人那么爱出去玩啊，西班牙人经常出去玩。行，这个 salir 就是表示出去玩的意思。然后，当然它也可以用 sustantivo singular， 因为你前面是 me impresiona， 是个三单变位，对吧？那么后面我们只能用单数名词来做主语。那 por ejemplo。Me impresiona la vida nocturna de esta ciudad. A mí me impresiona la vida nocturna de esta ciudad. 说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夜生活。See? 那么海奥老师当时在西班牙的时候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们那个国家的夜生活，不单单是某个城市了，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夜生活。然后最近海奥老师在中国有些地方也找到了同样的生活方式。一个就是海洋老师去到的贵州这个地区呢，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当然他们早上可以起得很早啊，八点钟去上班，但是他们的夜生活也非常丰富。海洋老师记得晚上十点多走在大街上，而且不是非常繁华的大街，有很多人，然后再进到一个比较繁华的地区的时候，人就更多了，大人小孩都有。再到很晚的时候，比如说十点多、十一点多、十二点多的时候，很多人就都出去吃夜宵去了，心情好的可能还会再出去唱唱 K， 打打麻将。然后朋友还跟我说，对啊，十点钟了，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老师当时就在想，你们怎么过得跟西班牙人一样。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使得用法。那么刚刚说到 a mí me impresiona 后面加名词单数 a mí me impresiona la vida nocturna de esta ciudad， 行，当然后面也可以加名词复数，对不对？Sustantivo plural, ¿no? Sustantivo plural. 那么可以直接说 Por ejemplo, a mí me impresionan, 直接用三复变位 me impresionan mucho las procesiones de Semana Santa. A mí me impresionan mucho las procesiones de Semana Santa. 意思是说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圣周的游行 las procesiones, ¿no? 那我们知道在西班牙有一个节日叫圣周。
lo llamamos Semana Santa. 那么圣周它最重要的一个庆祝活动之一就是举行一个游行。Sí, bien. 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用 repugnar 这个词来举例子。刚刚我们讲到 repugnar 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吗？对的，让人觉得恶心，很嫌弃。No?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Me repugna que se haga sufrir animales. Me repugna que se haga sufrir animales. 这句话也是一样的，用一个 que 加从句，从句中用 se haga 虚拟式，对吧？那么这个 se haga 也是一个无人称句，对不对？ Se haga sufrir animales 就是意思是让动物受到伤害，也就是说我非常讨厌人们伤害动物。行，那么这里假如我们要用名词做主语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Me repugna el maltrato de los animales， 就虐待动物，就动物的虐待，用 maltrato 这个词。 No? Me repugna el maltrato de los animales。 那么阿老师还造了个句子，请大家一起看一下。 Me repugnan las fiestas donde se hace sufrir animales。 Me repugnan las fiestas donde se hace sufrir animales。这个意思也是一样，对吧？它的主语是 sustantivo plural， 那名词复数 las fiestas， 是吧？就我很讨厌那些会伤害动物的节日。那其中有一个西班牙备受争议的节日就是这个奔牛节，以及一些斗牛比赛也是备受争议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非常讨厌那些会伤害动物的节日，对吧？那么这里用了一个 las fiestas donde。那么这里这个 donde 它引导了一个地点状语从句，对吗？它扮演的语法角色是做状语，所以这个状语呢可以拿掉也可以不拿掉，对吧？它起到的是补充说明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结构它们比较特殊，但是用法却很常见，我们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 Me impresiona cuando gasta la gente en Navidad. Me impresiona cuando gasta la gente en Navidad.什么意思呢？说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人们在圣诞节期间所花的钱。这个 cuando gasta， 这个 cuando 它加了一个动词，它其实引导的是什么呀？对的，是个感叹句型，说人们在圣诞节所花费的钱啊真是让我印象深刻啊。那实际上这个 cuando gasta 就相当于 me impresiona la cantidad de dinero que gasta la gente en Navidad. ¿Sí? Me impresiona la cantidad de dinero que gasta la gente en Navidad. 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人们在圣诞节期间所花费的钱。¿Sí? 那么如果你说 la cantidad de dinero, 当然你可以这么用，那么这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名词短语做主语。那我们这里用的是个 cuando gasta, 用的是个感叹句型，用的也是同样的用法。表达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语气要更强烈一些。行，那么这种结构呢比较常用，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Me sorprende cómo se trata a los animales domésticos en tu país. Me sorprende cómo se trata a los animales domésticos en tu país. 这就是说我感到很惊讶，在你们国家是如何对待这些动物的。那么这句话意思是说在你的国家他们如何对待家禽，让我真的很惊讶。行，那么这里有一个 como se trata， 它就相当于 la manera o la forma de tratar a los animales domésticos。 行，那么这个 como 就相当于这个方式或者方法。行，那么这里也是用了一个 como 疑问词引导了一个感叹句。这里这个 como se trata， 这个 se trata 这里是个无人称句，说人们如何去对待的，它不强调是谁去对待的。See?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这个使得用法后面接的是一个疑问词再加动词变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感叹句型的时候，首先是读音上你要把语气读出来 como se trata cuando gasta， 那这种语气读出来。其次呢一定要注意它的变位，这个变位依然是用陈述式进行变位的，千万不要把这里写成了虚拟式，我们虚拟式只能用 que 加从句当中名词性从句的主语，从句中用虚拟式。而这个 como 它引导的是个感叹句，那么这里这个疑问词加动词变位是个感叹句型，所以这个动词变位一定要用陈述式。
¿Está claro? Bien. 那么最后有两个方面呢，海尔老师怕大家会用错，所以海尔老师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就是当你说 por ejemplo, me gusta el fútbol, 我很喜欢足球，对吧？问你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问y tú，我们问的是¿Y a ti? ¿Y a ti? ¿Sí? 这个是中国学生尤其在口语表达的时候经常用错的地方，因为他觉得你呢就是y tú，其实不是的。在使动用法当中一定要用y a ti。See?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刚说这个a mí、a ti这种是用来强调，对吧？用来复制这个 me 或者是 de 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必须要用a mí、a ti这种用法的，是哪种情况呢？就是当我们要比较不同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啊加上一个谁。Por ejemplo, a ella le vuelve loca bailar, pero a mí me horroriza. A ella le vuelve loca bailar, pero a mí me horroriza. 这句话意思很简单，说她非常喜欢跳舞，但是我觉得很恐怖，我非常不喜欢。行，那么他这里这个 a ella 和这个 a mí 都要用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对比或者说在强调两个人不同的感受，这个时候这个 a ella 和 a mí 就一定要用上了，就我们一般来讲就不会去省略它了。 Está claro? Bien, 那么最后这两点就是海尔老师要提醒大家的那些大家经常用错的地方。让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那么今天这个呢，就是这些内容啦。Hasta la próxima clase. Chao.